一点寒芒先挡，枪出如龙，无往之地。等他家闪了再变异，不交闪，那就是了。他复活肯定要打红，我们直接过来找他。如果他第一时间打的话，现在过来刚好打一半。我们都没惩戒到，看真血量，一个亿，再投点寒芒先挡。他家闪我们就跟闪，枪出如龙，不交闪就念对。 他两级没有血控，给枪，再帮他把六级刷一下，拉进草里打。哎，三级扎血，拿两级没过的感觉，随便打。这货死也不交闪，是不是没闪现？他复活应该是不敢进红野区了，我们来蓝野区看一下。上来丢个眼，刚打完他升三级了，满状态，回过三次加血。 我皮肤也双 buff， 帮回来了，来先跑一下。他能掉过来吗？他没掉过来，不能反打，蜘蛛在后面，直接回家更新装备吧。他家野怪只有石头和蛤蟆在，山狼有野，没看到蜘蛛，那么他打石头的概率就大于打蛤蟆。刚打完，三级有控了，不太好杀。 追不上啊！陷阵之志，这是干嘛？还上来咬我一口，用命咬我。我说他怎么这么勇，原来是诺斯在这里。但我们在舔了野战，他家六级刷新了，帮他打一下。在草里阴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鸡哥在咬我，一枪，再来一下，差，复活就来找蜘蛛报仇。 先在他家拦丢个野，没再打。哎 ，W 骑士，第一反应是跟我拼啊！野虎连体怪吗？拉扯一下 ，A W 再一枪，剩下一个光辉，随便捅，叫你连体。这都别管了，对面野虎连体怪，直接过去一打，他应该还有惩戒的。 所以我们要在1000血左右的时候就得炸过去，要不然被他直接惩戒了。不愧是连体怪，我抽了水凝血，一打丝毫不虚。再成功，捏着桶，他打不过我。等我个亿，一好他就死了。威鲁斯也来了，被牙了，能跑掉吗，兄弟们？注意躲威鲁斯的 Q 啊！ 然后继续，这是紧追不舍呀！还能说明一切，想杀我，光辉的 Q 和 E 都没了，不要被我逮到，没走这边，那顶个果实。哎，分开追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不敢追我了。他家红刷新了，蜘蛛没有再打，复活继续来蓝野去了吗？我们去沙狼看一下。哎，大招弹开，直接跑。 他满血，我残血，打不了。队友也过来了，能吃个助攻吧？蜘蛛肯定死了。不是吧？死了，我们先拿六级回口血，再吃个河蟹。他家红还在，先帮他吃个石头，然后等他过来打红。来了，让红耗下他的血吧。看他眼了，这真的掉。 掉片上去，再帮他把红吃了，然后回家更新装备。这边有个残血的拉丝，顺便送他回家吧。闪现一个 W， 塔把我打残了，朝里回城。蜘蛛看到我出现在他家蓝野区，他会不会来反我蓝野区？来看一下，蓝已经打完，给蓝报个仇，丢个眼。 诺手，注意他的拉，他的拉空了。蜘蛛还不折，还想杀我？一级 AW， 诺手不敢救他，因为铁男过来了。蜘蛛复活应该要进蓝野区了，我们顺路抓个钟，被我绕后，他是死了。W 抵消一，一直就跑，闪现。 神剑一枪300块，然后我们假装去自己家红野区，一进场就去他家蓝野区找他，先看三郎，再打，吊起来，追他，等我一行。
那 JJ 也好，他被睡倒了，那就是死亡闪。DJ 我们也要被塔打残了，这个果子回点血，这边下路对压线，可以抓一波。我们这边下路是打不过对面的，先杀光辉 ，DJ Q W 再出有闪吗？没闪就死。蜘蛛差不多又火了，他大概率还会来蚂蚁。吴王之命，拿蛤蟆还在。 那就三狼砍一下，刚打完上狼，他没闪现的，被我捏住，只有十二秒，他就原地回。喂、哦，又是这个光辉，连体乖呀！我们打完红继续去蓝眼去找他，蓝已经打完了，蛤蟆是刚打完，才能说明一切。光辉可能也在附近，我操！想先杀光辉，但是鲁鲁是野的。 一打三，死法不行，一还差3秒，没抽到就走吧。强杀只会被换，大家蓝眼却没眼怪了。这只复活只能进红眼去，先六级看一眼，再打。我们走这边，炸过去。如果直接走过去的话，他看到我就跑，是追不上的。走这边就能追上，被我停技减速，他走不掉啊。再帮他把六级吃了，他红还在。 再红丢个眼，然后帮他把石头吃了。他现在复活了，但他可能不敢进红眼去。那我们打完石头，抓个上，他要是看到我抓上，可能就敢来打黄。急躲也躲不掉啊。我们假装去治一下蓝眼去啊，给他一个假象。他现在还没过来打，那我们就先打个线。我就不信他不打红。来了，开扫描过来了，看来有点防范了。 但是没用，我从这边过来 ，W E A K 直接，哎，居然投降了。